最新消息，为了减少吸烟带来的危害，有很多人改抽电子烟。但现在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，跟抽传统纸烟的人相比，抽电子烟的人更容易发生中风。根据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研究人员，三年内调阅了将近80,000份的记录，他们发现，这抽电子烟的中风患者年龄的中位数是48岁，而抽传统香烟的中风患者年龄中位数在59岁。两者相比，吸电子烟导致中风的年龄呢，整整年轻11岁。